大家好，欢迎来到中美大事随身听节目。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让您的耳朵忙碌起来。那今天是2018年的8月1号，一个月的第一天，不要忘了赶紧去看看自己有没有付清所有的水电账单、房租、信用卡的账单。而且一定要记住，请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Connect USA and China，第一时间获得我们推送的精彩视频和音频节目。昨天下午我们传来一则坏消息，还有一则好消息。坏消息呢，是墨西哥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01人的航班在起飞后不久，就因为遭遇冰雹风暴，在墨西哥北部意外坠毁。不过好消息呢，是机上人员全部生还，其中有85人受伤。今年仿佛这个空难是不是特别多，包括这次墨西哥的这个航空事故在内，已经有22个空难事件发生了，其中超过50人以上死亡的航空事故已经有至少5件了。我们不知道这是完全是巧合，还是出于神的旨意。那说起到神，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到美国之后，我遇到很多朋友都是信教的。我自己呢，可以说是我信神，但也可以说是我不信神。我信神呢，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进化论的支持者，因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么复杂的动植物结构是由单细胞分裂出来的，所以我相信是存在一个所谓的造物主，他创造了这世间的万物。但是呢，这个造物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态，这个就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确定我的神是谁。但我肯定的是，这个神并不是我们周围所听到的任何一个宗教所信仰的神。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也不相信神，因为我相信的神和大家所信奉的神并不是同一个神。但是我很尊重我身边的这些信教的朋友，也希望有更多人有这样的信仰，因为大部分的宗教呢，都是指引人们向善的方面前进，而不是作恶。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我们信神的朋友越多越好。当然即使您不信神也没有关系，您要相信内心中的一个良知。那么其实相对于海外有这么多华人朋友相信宗教，中国大陆却并不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度。环顾整个世界，中国政治有一点非常突出的不同，宗教呢基本没有能够进入过政治权力中枢，而不论是欧洲还是中东的大帝国呢，都有宗教或者某种信仰支撑。换个说法，中国人很早就显得非常的世俗，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呢，从来就和别人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向大家推荐一则视频，视频的名称叫做《那么多宗教在历史上崛起，怎么偏偏就中国人不信神呢？》这一则视频依然是由之前我们推荐过的观视频工作室带来的。这则视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当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国人并没有跪着去祈祷求神，而是我要站着面对问题，最终把它解决掉。也就是说，中国人善用世俗理性解释未知，这种文化直到今天仍然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所以这个是这则视频认为的核心观点，供您参考。当然也许您有不同的见解，所以欢迎您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视频下方分享您的观点和见解。这两天呢，密歇根州的两个城镇不是很太平，发生了自来水污染事件。
他们的自来水污染物超标已经20多倍，目前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其实在4年前，密歇根州富林特市呢，就曾经因为自来水中铅含量超标酿成水危机，到现在还没有妥善解决。当地居民在抗议的时候呢，还曾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逮捕。那么这次呢，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污染情况。不过这次发现的污染物呢，叫全氟烷基化合物，英文简称 PFAS， 经常在消防灭火产品和制造业中使用。研究表明，这种物质可能会增加饮用者患甲状腺疾病甚至癌症的风险，特别是可能伤害到孕妇和腹中的胎儿。所以现在呢，当地政府已经立即向2个城镇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停用自来水，换用瓶装饮用水。从29号开始，这2个城镇就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不过目前密歇根州的官员还表示，还是不知道污染物的来源。如果说中国的假疫苗会危害到很多的孩子，那么自来水就直接会影响到所有的居民，所以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到这件事的进一步发展。而接下来又是一则不好的消息，加州的野火呢，已经导致8人身亡了，其中有一个男孩子跟他曾祖父通话，一直到去世为止。目前加州沙士达县端定市火势最猛的卡尔大火呢，在30号，他们的燃烧面积已经扩大至98724英亩，消防队员呢已经控制了20%的火势，而加州各地17场大火已经延烧至20万英亩，建筑物林地化为灰烬，目前一共有8人死亡。近年来几乎每年我们都能听到加州大火的肆虐的新闻。那么2017年全年加州呢，爆发了大大小小共8747场火灾，受灾面积超过了109万英亩，经济损失更是高达33亿美元。如果您不幸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应付呢？当然首先需要保护自己和家人，面对灾情的时候不要慌张，保持冷静，第一时间确认自己是否能及时收到外界的信息，因为政府呢会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途径发布最新灾情动向，如果严重的话会发布撤离指令。在美国，其实您家的附近都会有一个避难中心，那里有必要的救灾场所和必要的物资以及训练有素的义工，所以当灾难发生之后，您可以前往这些地方寻求支援。您可以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包括消防局去联系，获得这些中心的地址，它可能名字叫做 Disaster Recovery Center。那么在前两天呢，我们曾经为大家推荐过被称为中国第一吉他手的唐朝老五的一首歌，那有朋友给我们反馈说这首歌非常好听，尤其是其中的电吉他弹奏的是出神入化，所以今天呢，我们干脆就为大家带来了一首纯音乐，由唐朝老五演绎的《行走的太阳》，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请大家欣赏。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维青，我们明天再见，拜拜。Thank you.